本计划分别呈现不同显示设备的特性。其中包含使用曲面可挠式显示器，来呈现裸眼 3D 影像内容与互动游戏，以及使用透明显示器，来及时呈现来宾祈福的讯息。透过及时线上传输软体的功能，可以提供全世界各地的人以远端连线的方式，将每一个人的祈福心愿及时呈现在展品上，把祝福的心愿传递出来。